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，就在国父纪念馆。金马五九稍后即将登场，今年金马看点相当多，包含影后谢盈萱首次担任主持人，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，令人期待。男神部分包含了张孝全、张震以及许光汉等人，也都会担任颁奖嘉宾。那稍后呢，世之愈合以及日本影后黑木瞳也将现身红毯，请继续锁定中天娱乐频道，我们将带给您金马五九第一手消息。